陈南丽昨天对我说，他当怕了节目主持人，所以今天呢，把我抓来这里，临时客串这一段节目的主持工作。好朋友嘛，没有办法。记得6年多以前呢，陈南丽刚刚出来唱歌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就常在一起工作。为了珍惜这一段友谊，所以呢，我硬着头皮。鸭子上架，把这一份苦差事担下来。
这就是陈南俪另一个阶段的表演方式。记得63年度呢，陈南俪有一张唱片非常风行，里面有一首歌呢非常好听，她本人呢也很喜欢唱，不过呢一直很难得有机会在节目中为各位表演。今天非常难得，她为你带来这首歌，这首歌的名字叫《真心的呼唤》，我们欢迎她，陈南俪。